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今天的议程为继续并案审查，委员陈学圣等十九人，委员管碧玲等二十四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草案，委员何新纯等二十二人，委员黄国书等十八人，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委员何新纯等十九人，委员郑丽君等二十六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蒋乃馨等二十二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条及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六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条及第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等二十六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黄国书等十八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二十一条、第九十四条及九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李俊义等二十三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九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日不询答，进行逐条审查。首先介绍本委员会今日出席之委员。今天出席的委员有包括我们黄国书委员、吴志阳委员、柯志恩委员、张廖万坚委员、苏巧慧委员，因为早上把他叫做苏慧巧，我说哎，跳一跳。好，那接下来是我们高露颖委员，谢谢。好，谢谢。啊？还有其他委员吗？哦，林静委。哦，好，何新纯委员，好，林静委员，谢谢，欢迎。我想，我先介绍完本会委员。那我们今天那个部长，因为目前有公务还在处理，待会儿尽量赶过来。那我们今天请我们次长来到现场啊，欢迎次长，好，谢谢。那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就各部会有列席的，我们就不一一介绍，欢迎你们的到来。那现在进行本案逐条审查，请宣读修正条文草案及委员相关之修正动议内容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哦，目前还有大概有两位委员的版本还没复委，但是我们也请这个委员他能够用修正动议方式，然后先行提出。然后包括行政院版本目前也在复委当中嘛，哦，那我们最后在我们这一个法案出委员会之前，一定会跟另外两位委员的版本还有行政院版本最后一定会挂上哦，绝对不会把他们留在委员会里面，各位请放心。那这是第一点跟大家报告。第二点哦，也征求大家的建议，因为在座有一些是新的委员哦，那过去我们处理类似这种法案修正讨论的时候哦，为了节省时间，就是一边念条文，因为他念条文大概念快一个小时吧，对不对？一百多条，然后就这边在念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开始进行就做这个逐条的审查，这是立法院发挥高度效率的作用。那不知道各位愿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这是过去的惯例，各位愿意接受这方式吗？不然你们要休息一个多小时再回来。好，主席决定，那就按照惯例好不好？这法条文没有名列，但是惯例上面如此处理，那我们就宣读相关条文。那我们就请文化部次长还有相关同仁移位到这边来，我们开始做逐条的审查，好不好？好，那你念小声一点哈，不要干扰我们太大声，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开始。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草案，委员陈学圣等提案第一章总则，委员管碧玲等提案第一章总则，委员陈学圣等提案第一条未修正，委员管碧玲等提案第一条为保存及活化文化资产，保障文化资产保存普遍平等之参与权，充实国民精神生活，发扬洛阳文化。刚刚是有两个版本又进来是吗？谁的版本进来？委员陈学圣。好，我们跟大家跟委员会宣布，我们刚刚进来及时进来，还有张廖万坚委员的版本，还有高露颖委员的版本，好不好？谢谢。委员管碧玲。好，那现在我们就先从第一章总则开始。第三条，本法所称文化资产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价值，并经指定或登录之下列有形及无形文化资产。一、有形文化资产，
一古迹及历史建筑，指人类为生活不那边就不用听了，需要所营建之具有文化价值，那叫背景音乐，好吧，那叫背景音乐设施啊，具有建筑群。建筑式样，对对对，实质审查在这里，好不好？这立法院发挥效率的功能，好不好？艺术和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个文字法的审查哦。三，考那主印展过去第一章总则，总则没有问题吧？美感、民族学或总则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啊。好，四，第一条条文来，请文化部文化景观指人类与自然环境将长时间相互影响，总则是形成具有历史。对，第一章总则，大家有没有意见？人类学价值的场域。对，总则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哦，第一章总则就通过。六，自然地景只具保。来，那个局长，你要坐下来，好不好？地形。虽然行政院版本还没进来，但是行政院版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依据哦。那也跟大家报告哦。这个我们早上去考察，我们有一大半的委员都有去考察了，下午我们继续审查，大概整个立法院里面教育文化委员会最为用功，是不是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哎，这个不简单不简单，而且审的是那么冷门的文资法哦，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在第一条条文来，请局长还有主秘帮忙一下，来念一下好了。是民主只与国民生活有关之传统，并有你建议的版本意义之风俗。虽然我们现在版本很多，但是我们以行政院他们即将要提出来的版本作为一个参考依据，好不好？那请局长。社群为因应自然环境而生存。有，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相关条文在修正建议，好不好？技术及相关。对对对，我们会诊过大家的版本以后。比较得到共识的部分，好不好？第三条，文化具有文化资产。对对对对，尽量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并经指定或登录有形与无形之下列资产：一、古迹、建筑、文化产。我先跟各位委员报告。纪念建筑。我是文资局施国荣，那先跟委员报告。那很抱歉，因为我们行政院版本。礼拜二行政程序委员会通过，然后明天才会复委。我们的行政版本是这个样子。那实际上在啊，我跟各位是这样讲。只具有特指历史事件所定着，而具有历史文化意识价值。怎么样？我应以保存之所定着之空间及附属设施。三，历史建没有啦。现在特指历史版本就依我们的委员的版本，有各委员提的版本，但是行政院我们以他提出来一个修正动议，然后作为一个共识的开始，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花时间再去提各委员的版本。那各委员如果有补充的意见或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再提出来，好吧？用这方法，像比如说这个我管委员，还有其他我们蒋乃新闻、郑丽君委员、黄宏树委员，大家都有提案版本，但是我们汇集以后，我们就请行政院提出一个大家有没有共识的版本出来，是汇集大家的意见出来，好不好？汇集大家的意见以后，对对对，然后看这个可不可以对哦？跟委员报告。我们各位手上应该有一份，你没有分包，我刚有。第四款未修正，第五款文化财，指各时代各族群经人为加工具有文化意义，因为我有给黄嘴谈。来，各位有没有拿到这一份？有没有拿到这一份？主席，那我也有个会议询问，像我也有几个条文啊，像高如航也有，那还来不及在今天。没关系，我到那个条文的时候，你就提修正动议，然后这个你们的版本在。你们的版本在出委员会之前就会跟他挂在一起，懂吗？就先修正，然后再补条文进来，好不好？那我们条文已经送到这个礼拜才复委，那我们会等你们的版本进来以后才出委员会，所以先修正，好不好？文化资产得经审查，哎，新存，那指定或登录。并得对同一历史背景或同一功能在。对不起啊，请原谅我才疏学浅啊，我还是再问清楚啊。刚刚吴思耀委员所讲的，他也有要修法的法案，那虽然还没进来，你说我们今天先讨论完，讨论完之后，他还要再有一个所谓的用修正动议进来吗？对。那在委员会里面是不是还要再开会，才能够同一版本送出去？没有，等于是他的法案还没进委员会，但是他先提修正动议，把他的意见先列出来，大家寻求共识。那我们。
们会等到他们的版本都进来以后，我们再出委员会，所以就等于是并案审查一起的，只是我们先审查实质，那形式后补就对了。那他们今天没有提修正动议的，他待会可以提啊。他就会像你现在提，不是啦，待会到那个条文之后，他直接可以举手就可以提了啦。不是啦，我现在不用不用，主席很开明的啦。新科立委他们都比我们厉害啊。问题是说这个东西，我是想请教招委，你事先有没有沟通过啦？现在在沟通啦，可以啊。都没有事先到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才知道。第一个，今天到现场才知道，原来行政院院版也还不在这里，在这讨论里面。然后很多其他的委员的一个法案也还不在这里。我刚刚一开始哦。不是，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跟大家报告过，因为这个文字法审查，后来有很多委员把版本陆续送进来，所以我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把你的版本充分发挥，但是也不要耽误审查的时间，所以我们先进行实质的审查，就已经进来的版本进行审查。但是如果委员的版本还没复委，你可以用修正动议方式，在审到您关心的条文的时候，就直接提出实质的意见出来，包括行政院版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会整个条文审查完，等到大家版本都进来以后，等于用并案审查方式再出委员会，所以我们现在是先审查，寻求共识。主席，抱歉，我非常感谢主席的好意，就是让末班车的可以先用修正动议的方式来做处理。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说，今天我们可能等一下程序，刚主席所说明的，几乎就是以还没有进入程序的行政院的版本为底开始来讨论了。这一点我比较有意见。哦，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那个版本是汇整各版本的精神以后得到的一个比较接近共识的版本。如果行政院的版本还没进来，我们很难。已经看过了，来处理。大致上看过了。植物及矿物，不能让全部的版本都一起。我比较在个别的委员，我跟各位报告，权益的方式是 OK， 但是行政院的版本没有进来，我们就这样子跟委员报告啊。实际上，今天即使行政院版本没有进来，各委员版本没有进来，已经开始可以进行审查。只是主席希望求周全，所以等所有版本进来。不然现在就可以依这一份，我跟各位讲，就依这一份可以审查了，因为没有讲说行政院版本来我才立法院可以开议哦，是我们立法委员本来就可以主动审查，我也不必等到所有的委员版本进来我再来审查，但是我要让所有的委员意见都能充分发挥，说我们先审查，但是我不会让你的版本发生说我们文字法修正案已经出去以后，你的版本还留在委员会，要等到下一次再审查。所以我就说我们先进行审查，然后等到我们都审查完以后，你的版本进来再一起出委员会，最后符合并案审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何新春，你已经做两届，你应该懂这意思吗？我懂你的意思，只是我觉得怪怪的。好，那我今天这样讲，那我就这样讲。那今天我们不管行政版本，不管其他委员版本，我们现在就依这个进行审查。文化部好，但是最后怎么做，我心里有数，在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做法，我会等你们版本进来才出去，可以吗？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也简称农委会。前条文化资产涉及不同主管。现在是不是那个时代力量也有版本？有啊，高露也有版本，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都进来了吗？刚刚进来了，对，进来了吗？对，高露委员刚刚进来了。我是说都还在复议期吗？没有，刚刚高露委员的版本进来，修正东西啊，对对。哦，刚才外界用修正东西进来的。文化景观、传统艺术。修正东西进来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议事人员哈做对照表了。我们本来有一份完整的对照表了，啊，所以一方面也对他们来讲比较委屈，一方面也没有那个对照表的时候，我们在审查的时候要翻这一页，要翻那一页，没办法对照这个。对，我们辛苦一点，但是你看委员那么多人来关心，要聚集这么多委员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进行审查，好不好？
我们先从没有争议的条文开始看看好不好？那是不是？我建议啦，我建议啦哈，没有什么是没有争议的条文啦。说实在的，哈，每个条文都有争议。有啊，第一条条文就医管委员版本，我就觉得不会有争议啊。没有，也不见得啦，也不见得。所以我们还是逐条啦，我们不要说。要逐条审啊，逐条审啊。我们还是逐条。好啊，那主席就先宣布，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开始审查啊。那。请宣读一下那个对不起，报告那个主席，我的修正动议有没有进去了？应该有啊，都一定会有，一定有。各位请放心。还是我要提。好，对，如果没有，那就提口的修正，可以，可以，没问题。现在要提是吗？好，可以。好，谢谢。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从那个我的版本，还有管碧理委员版本，先开始，好不好？然后第一章总则。委员邓丽君等提案第四条，将第那个。都我来念吗？都我来念吗？你来念好了，帮我念好了，好不好？每版本都念吗？没有啊，第一条只有两个版本啊。新存等提案第四条，前条第一款是第六款古迹历史。好了，主席来念了，好，你们让主席好辛苦，因为主席提案，所以主席辛苦。传统艺术。好，第一条，陈学圣委员等十九人的版本，第一条为保存及活用文化资产，充实国民精神生活，发扬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管碧林等委员二十四人提案，第一条为保存及活用文化资产，保障文化资产保存普遍平。平等之参与权，充实国民精神生活，发扬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那么，对于这第一条条文，行政院有没有意见？管碧玲等提案第五，没有意见。不，你要哪个版本？你有？我们是希望是说以管委员的版本为主，以管委员版本为主。那这部分是有跟他们通讨论，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说管委员的版本是以平等的角度来看文化资产保存工作这个性质，是这样角度来看的。好，来柯委员。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定的这个每个名词，最好都要有个明确性哦。我不太清楚普遍平等之参与权，我可不可以请定义一下？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个这几个名词，的确是会有一些的迟疑，因为它太过于抽象了。是不是可以稍微定一个明确？我们请提案委员、管委员说明好吗？主管机关为审议。这个是因为我们在保存文化资产的时候，实务上常常会出现很多问题。公有的文化资产比较没有问题哈，只要有人提起一十二条依现行法律的第十二条哈，依现行法律的第十二条，有人提起说某某建筑譬如说好三井好了哈，三井仓库它非常。应该要保存，或者是现在高雄市的男子长老教会，他非常需要保存。那如果说有公民哈，他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提议，然后给政府机关以后，文化部门呢，到底允不允许所有的公民就非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他发现是应该要予以保存的文化资产，他有没有？权利哈，跟财产所有权人有平等的权利去参与说指定的过程了。因为一般来讲，资产的所有权人他有那个权利吗？另外就是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他有那个权利吗？那我们的理想是普遍的公民应该都有那个权利，对于国家的文化资产，因为它有公共性，所以他们也都有那个权利去提报说应予指定，然后供文资审议的程序进行审议，所以最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个精神才加上这几个字。那我们认为说文资法如果能够把这个东西加进来，对于我们很多文化资产的保存会有重大的贡献，因为有太多的文化资产政府机关他没有法律做基础，他硬要去把你私人的文化资产，就无论如何我就主动的要跟你提议审查，那对政府机关来讲的话，好像侵犯人民的财产权非常严重嘛，哈。那另外就是文化资产的所有权人，
他很可能基于自己财产应该要如何管理的看法，他想说我指定了我就不能盖大楼啊，所以他也不愿意提报去审查。那这样的话，公民团体也好，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公民也好，我们认为它确实是国家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应该予以保存，我们就没有一个真正法律保障的处理程序，所以这个是我们文资法一个很大的漏洞。那这一次审查，这一次修法的时候，我特别把它加进来，谢谢。柯委员可以了解了吗？柯委员，好，可以的话，我们这一个第一条条文就按照管委员的版本，修正通过，好不好？好。第二条，哎，又是本席在，好好，你们来念啊，谢谢啊，谢谢。第二条，陈学圣委员版本，文化资产之保存、维护、宣扬及权利之转移，依本法之规定。管碧玲委员版本，文化资产之保存、维护、宣扬及权利之转移，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依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其调查研究、发掘、维护、那补充说明一下，我想我们是以陈学圣版为主，那主要是修后面的两行字，是因为现在的法令规定说有关于本法未规定的，依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现在目前都已经不写了，是岁数，所以把它删除掉，是目前是这个样子的方式。第二条是这样的方式，目前现在那个官委员是不是我们就把那个，因为他本来就会这样适用，好吧？那第二条条文就按照陈学圣委员版本通过，好不好？委员何先生等提案，各位请看一下，那个文化部会把那个修正的那个条文都在荧幕上显示哦，各位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哦，谢谢。好，第三条，第三条文比较多，各位请细看一下，而且它是一个大概念的不一样哦。官委员有很多想法在。好，第三条。第三条，陈学圣委员版本，本法所称文化资产，只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价值，并经指定或登录之下列有形及无形文化资产。一、有形文化资产，括弧一，古迹及历史建筑，指人类为生活需要所营建之具有文化价值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括弧二，聚落建筑群，指建筑式样风格一致或与景观协调而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之建造物群或市街。括弧三，考古遗址，指蕴藏过去人类生活遗物、遗迹而具有历史、美感、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之场域。括弧四，文化景观，指人类与自然环境经长时间相互影响所形成具有历史、美感、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之场域。括弧五，古物，指各时代各族群经人为加工有文化意义之艺术作品、生活及礼仪器物及图书文献等。括弧六，自然地景，指具保育自然价值之自然区域、地形、地质现象、植物及矿物。二，无形文化资产，括弧一，传统表演艺术，指流传于各族群与各地方之传统表演艺能。括弧二，传统工艺，指流传于。我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哦，那个，因为这个条文可能是我们这次文字法修正里面一个重要的这个讨论点。那我们主席他已经在宣读条文，那这条文我们现在这边就不要念，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这一个，各自表述意见。我觉得这一条条文要充分讨论，包括高汝仪用还有张廖文委员都有提看法出来哦，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在那边讨论，所以文化部就先暂时不用念，我们先请管委员先提你的看法出来。我的第三条，对啊，这我们从上一届一直延烧到这里啊，对不对？来来来，没有，他有一个大想法在啊，会影响到后面条文的，对。这是那个血淋淋的那个奋斗二十年哈之后哈，我们认为说我们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不大修，我们真的没办法善尽所有文化资产保存的责任。所以呢，第三条正如刚刚主席所说哈，我的这个条文是大修啦，是整个基本架构做了非常重大的改变。那那个改变就是把文化资产的分类巨细靡遗，
然后呢，让现在文化资产保存遇到的名实不符，好，或者是遇到的困难、遇到的疏漏，全部都包含进来，好，全部都包含进来。也因为这样哈，所以。包括跟陈委员的版本跟行政院的版本相较之下有很大的落差，好，那这个落差我这几天仔细下去审视了以后，我是觉得我们如果要赶在这个会期过的话，这一条没有共识就过不了啦，因为这一条确定了才能往后走，因为往后的每一条都跟这一条会有关，好，那我们的文资法的基本架构就是会影响到往后的每一条，因为我们的章节呢不是，譬如说如果我们的章节是总则，然后文化资产类型放在第二章，然后第三章是谈审议及保存，第四章是谈再利用跟奖励，第五章谈罚则，第六章谈负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一条就只跟这个第二章会比较相关，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用种类再分章嘛，用种类分章，每一条都涉及你的种类是什么，所以每一条都影响到，所以第三条如果不过的话，后面就完全不能好，所以我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我跟那个行政院版跟陈委员的版，我目前只能看到这两个版哦。整合了一下以后啦，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哈，有形文化资产的部分一定要照我这样下去分类啦。好，那文化财的部分我可以放弃。大概局长比较知道，还有委员那个招委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文化财又非常细密嘛，实在是应该要那么细密啦，好，而且要有编码制度啦。但是那个部分如果说大家有共识，这个会期要审完，那个部分大概是不会有共识嘛，好，那个部分我可以接受文化部的无形文化资产的部分来。整合就是那个文化财的部分，有形文化财就留着是古物，好，那无形文化财的部分就跟你们的无形文化资产再下去融合就可以了，但是有形文化资产的部分我是很希望得到我们贵委员会的支持，为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好，我们现在的分类哦，譬如说古迹跟历史建筑，就是对建筑物的最主要的大分类嘛，哈，就是古迹跟历史建筑，然后很多东西其实它跟历史还有跟年代都无关的，但是它也非常需要保存。那我们现在就是年代久的就把它指定古迹，年代不够久的就指定成历史建筑，然后历史建筑呢破坏了又没有法则，好像是次等古迹，可是它根本跟历史无关啊，那你要不要保存呢？譬如就以建筑文化财，它是建筑的美学。其实郑丽君委员他原来有个版本，这一次没进来，就是依建筑的美学，特殊的建筑，我们认为应该予以指定保存的，它可以作为永续的文化资产的。好，那在现在你就只能够把它指定成古迹或历史建筑，可是它古迹跟历史建筑都不合啊，好，都不合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那种分类嘛，你没有那种分类嘛，好，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哈，譬如说我为什么会弄出一个史迹这个东西，因为你现行的分类只有历史建筑却没有史迹哈，很多古战场，好了，我们来说古战场，古战场没有建筑啊，你要指定成历史建筑吗？还是指定文化景观吗？好，其实像这个它很可能就是一个空间嘛，有历史故事的空间嘛，我们有很多抗日的战役啊，大家很关心抗日的战役，很重要的那个事件发生，牡丹社事件也好，或者是很多还有甲板山，好，太多了，好，那个是空间，那个不是建筑，可是是重要的历史故事发生之所在，历史事件发生之所在，那它是属于跟历史事件有关的空间，而不是建筑物。那现在就没有适当的指定的这个项目，所以像这个我就把它分类出来，说是史迹。好，那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把那个遗址哈，除了领土以外加领海，你不加领海的话，我们海下的遗址如果发现了的时候，你也没有包含在内嘛，所以那个部分也把它放进来。好，
所以建筑文化财历史街区这两个东西，好，跟把它放在好放在古迹里面的第一款，好，古迹里面的第一款，然后再分出史迹这个东西，好，加进来。那像纪念建筑也很重要，它也不是历史建筑哦，它是纪念建筑哦。譬如有一些名人的住屋，其实它比较像纪念建筑。你譬如说中正纪念堂，你把它当历史建筑，不如把它当纪念性建筑，其实才更名实相符。好像你们指定那个殷海光故居，还有我不知道那个严家淦有后来有指定吗？像这种东西，对不对？宋美龄故居、孙立人将军这些在纪念一个人物的这种建筑，你说它是历史建筑吗？名不相符啊。好，那有一些说不定在历史上，将来人家正面、负面还各有不同的解读啊，所以像这种建筑，其实它比较像纪念性建筑，而不应该是古迹或历史建筑二选一而已。那个就是现在制度哦，在分类上面，其实它不够圆满、不够详尽的时候，这都影响到我们指定的范围啦、指定的项目啦。我如果有史迹了，有这个分类了，我将来很多历史故事发生的空间，大家都会主动的去发现、主动的去指定，好，去建构那些故事。所以我认为这一条是文字法修正的核心，就是你的分类决定你文化资产保存的范围，好，决定你要建构我们的历史的内容血肉，好，所以这一个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希望能够大家深入交换意见，能够有共识。好，接着我们请何新存委员，然后张廖万坚委员，然后高如仪委员，好不好？谢谢张委啊。事实上因为我在第三条又提出一个那个修正版本啊，那也大概延续刚刚管委员所讲的论述啊，包括我们在地方性有一些因为特定的历史事故啊，或者是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呢如果觉得它值得保存。值得要把它认定未来它可能是具有文资身份，那以现在的文资法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定，比如说我的选区是大理，大理可以过去是林爽文的一个故乡，那里面还有林爽文的这个衣冠冢，还有林爽文的一些纪念的一个，就是他留下来，我们大概地方耆老都还能够追溯，告诉子孙说，哎，咱台里有什么物件？那这个东西到底在以我们现行的文资法，可不可以认定？可是到目前为止，我是看到没有办，我不知道了啊。我是举例啦，这第一个啊，第二个，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台湾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也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地点，它可能有它过去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那一段时期，具有特殊的一个需要值得保存，需要让世人、让未来的子孙了解，在这个地点，在那一个当下，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区域的营造，那一个场域的营造，是要先保存才能够营造。那怎么保存？那文资法里面，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修正，所以我也是在第三条，我也在增列一个地方史或特殊事件之纪念意义。哦，我们希望能够呢，把这样子的精神纳入了哈。以上。接着我们请张廖万坚委员，接着高如勇委员，那个柯志恩委员跟这个高金素梅委员的修正动议都进来了，好不好？谢谢，好。好，我想我也在第三条哈，特别提到哈，有关这个具有保存的这个，像一些产业哈，产业它的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西方的国家开始也兴起了保护工业遗产的一个理念了哈，大概几十年前就。那台湾其实经过了现在的发展，我们其实有很多工业设施哈，或者是产业的发展，它也其实也见证了整个历史文化社会一个发展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哈。那我们像我们在台中哈也有啤酒厂，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哈。那类似过去在做指定的时候，或者说在保存的时候，事实上对这个，尤其是公家的单位的这个保存，其实是比较忽视的。那我是希望在第三条的部分
我们特别把这个产业发展所需所营建之具有文化或纪念价值的哈。那刚才也有很多委员提到啊，其实有些是属于纪念的哈，纪念性价值，它不见得是因为年代的关系，或者是因为历史建筑物哈，它的这个年代哈，是它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哈。那另外就是有关空间呐哈，就是有些聚落建筑群哈，它是属于跟地方的景观或者说它的一个建筑物，那因为它在特定的时空下发展，像它做的一些营造哈，那其实它有时候也不是因为年代的关系，或者说特殊的事情，它具有保存的价值哈。那所以我在第三条里面也提出了一些修正了哈，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接着请高路委员。管理人管理维护公有古迹、史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有关于第三条哈，那在于有形跟无形资产的部分，其实我的想法跟前辈们是一样的，就是说很多例如说像历史建筑的部分，常常就是有被火灾啊，或是被破坏的状况，而且保护的这个机制显然不足，所以跟刚刚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有形跟无形资产之外，我在第三条增列了原住民族之文化资产，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分类的架构，不符合原住民族之文化资产的特性，因为整个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它往往就是包含了所有的类别，不管是记忆，不管是空间，甚至附着在某个特定的人士的身上。因此呢，如果硬塞到现在的文资的分类的架构，我会认为通常还是会出现这个削足适履的状况。那我也觉得说文化部也非常的努力，甚至在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部分有加上传统工艺跟口述的传统，但是就诚如我刚刚所提的这个案例，修法之后这样的分类还是有它的局限，所以因此呢必须要在另地办法处理之外呢，我会认为就是在第三条的部分要新增原住民族之文化资产的这个分类的项目，并赋予它的定义，就是避免就是未来现在就是文化部正在研拟的原住民族文化资产保护办法的释法对象有定义不清的状况。那再来就是说，除了原住民族文化资产是跟原住民族相关的文化资产之外，我也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分类在学界上也没有很权威性的定论，所以呢担心就是如果有列举排除的状况，所以也在增加了就是不限于现前款之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产这样的一个法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主要是希望能够留下行政机关没有未来做裁量跟修法的空间。以上，谢谢。我们接着请黄国树委员。建筑文化财、史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文化聚落。哇，我看到管碧玲委员的第三条的这个案子其实我非常认同啊。其实具有文职身份的类别是非常非常多，我们经常看到它可能具有文职的价值，可是我们却不晓得要透过什么样子的分类让它取得文职的身份。那这个相关的在明确的规范我觉得是必要的，那个种类在增加我觉得是必要的哈。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的文职身份它取得的这个途径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古迹它是指定，历史建筑它可能是登录那历史建筑的登录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所有权人的同意那接下来我们有非常多的类别，那我们在取得文职身份的同时到底是要用指定的呢，还是要用登录的？然后有一些是私人产权的部分，那需不需要私人的同意？那公部人可能争议就不大了。私人的部分，那到底要用登录的，还是要用指定的？
这个可能啊，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配套来处理了啊，不然的话哈、啊，再实施下去可能会有未来会跑出一些争议出来啊。那我是非常认同哈、啊，在这第三条里头把这个类别啊增加这些，特别是纪念建筑跟史迹啊文化财的这个部分，其实我都认同啊。好，以上啊。廖委员先。管碧玲等提案第十九条，古迹建筑文化史有关这个第三条非常重要啊。我想我讲我举例的，举例之后看文化部或者是今天没有办法回复也没关系哈，你们再去看文化财啊，看到底有没有包含在今天第三条这些归类里面啊，比如说这个卑南族的青年会所库巴。不，那个谁，周族的库巴，还有这个卑南各族都有巴拉罐哈，各族的巴拉罐就名称不同而已哈。类似这样的一个传统建筑，它是就原住民族而言，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如果我们看现在的这些各个版本哈，也不完全那个涵盖，但是我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去了解去看一下。啊，这个到底应该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还是说要另外去增加？啊，我做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我们现在先请这个文资局来做一个答复，好不好？哦，对于那个史迹啊，还有原住民保存，跟各位报告。实际上，刚刚所讲的这个分类的问题，以目前现在我们用的现行条文的版本，是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的版本。这第一个我先说明。第二个，刚刚所讲的各类别，在目前的文字法类别都可以包括啊。在我目前里面类别，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再细的来分，比如历史建筑，实际上纪念建筑我们也有包括在这里面。在我们在县市政府跟我们在中央在指定的过程当中都有，刚刚所讲库巴有两个案例，一个就是花莲的主持，那个是用文化景观，为什么会用文化景观？他因为他把周边的那些场域都把一起登录了，所以他给他文化景观的意向，对这一个只登录为文化景观。还有一个当然是空间的话，实际上空间有两种，一种刚讲传统建筑，它可以包括在历史建筑里面，一个它可以用文化空间，文化空。空间是属于无形的一个概念，那文化空间实际上概念。那刚刚讲公墓，王德禄公墓是我们的国定古迹，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哦。那现在管委会非常用心，把我们现在分类里面再给它细分了、啊。那我现在意思说，如果第三条再把它细分下去，后面整个条文都要更改，还有整个各县市这样。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去管委员那部分，我想非常重要。我们是不是在细则里面再把它细分？是这样，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也非常感谢说他也支持无形文化资产，因为无形文化现在目前里面我们把它归成两类，但是我们的行政院版本跟城协政委的版本是把它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我们把它分成四类五类，这不这个我先说明啊、哦。那第二个有关原住民的部分，我们是在第十三条，也就城协政版十三，我们用一个专责的办法，用会同，会同意思就是说原住民也是我们的主管机关，有关于原住民的文化资产的话，是以原住民为主管机关这样的概念来推动这个原住民的保存工作。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做文化资产保存里面，并不在乎，不是说不在乎，而是说不管是哪一个类别的话，只要是符合我们现在归类的性质的话，我们都把它指定登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那现在确实我们有需要，就是说在未来的委员会里面，只要牵涉到原住民的文化资产的话，我们可能要增加几位原住民的委员，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是欠缺的部分。目前我们的委员里面是有关原住民部分确实是很少，这一部分我想我们会特别注意是这一部分。所以我想我简单是这样的说明的。如果文字局的说法可以过，就不会有委员要提这样的一个修正。所以是不是你在讲的再回应清楚一点？不然我们老委员、政委员而且、还有官员都要接受。那个名词真的是名词不符了。你刚刚说的细则了，因为它不是法律地位嘛，所以它指定出来就是不是叫古迹就叫历史建筑啊。那你将来的社教，对不对？我现场我所有的名词我用的都是历史建筑，可是我进去一看，
哦，这个是历史建筑哦，哦，那个也是历史建筑哦。你会去看说，哎，这是像刚刚郑委员他所提的，我们原住民的建筑形式，他现在的这么多的会馆，其实它是建筑文化财吗？它不是历史建筑吗？那你要把它弄成历史建筑的文化景观，是刚好这个会馆旁边还有其他的空间让你变文化景观嘞。如果没有，它只是这个会馆的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原住民的建筑形式，而值得我们去保存。你根本没办法指定成文化景观，那你能怎么指定？指定成历史建筑就名实不符嘛。我们反而要去彰显原住民的这个特殊建筑，它的功法的重要性，它的功法之美，它的功法之独特。我们给予它证明，那它就是我们国家文化资产保存里面的建筑文化财。它整个那个真正的特色，就借由这个指定整体的被彰显的名实相符，而且那个教育的意义就可以散发出去。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是要在法律的层次做细分？那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文资的保存更完备的情况之下，包括说我指定了以后的历史教育的功能、社教的功能、美学的功能、啊、文化的体验的那些都能够名实相符的走出去，而且更有力量了。所以我还是认为说，我们好好的把第三条，到底我们展望新的文资法修订的新时代，我们有关于文化资产的分类，还是非常仔细的下去讨论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啊。好，所以放在施行细则里面，反而不如不放啦，因为你真的就是矮化了它嘛，真的就矮化了它的地位啊。我要指定千秋万世给我的子孙怀念的一件事，结果你不在法律定，只是嫌麻烦，然后弄一个大帽子盖了以后，然后 当小媳妇一样在那个还要下去翻阅资料才知道说，哦，它是属于纪念性建筑、历史建筑下的什么什么纪念性建筑。所以我是认为在有形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再不赶快处理的话，我们在文化资产的保存过去疏漏的那些地方还是很难去很好的给它补充起来啊。我这哦，高进委员是。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哈，刚刚郑天才所提到的那个，不管是我们说的库堡也好，或者卑南族的青年会所也好哈，它不是只有一个建筑，事实上它是有祭典的时候，或者是卑南族的青年会要举行的时候，它是经常会用到的，所以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文化传承的，它是活的东西，而不是死的东西在那边被人家观赏。所以我想我再补充这个部分，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好吗？谢谢。刚才的说明，因为它不是历史建筑，也不是纪念的，更不是拿来做景观的。以上哈，我这边有一个建议了，我知道文资局是怕说这样化简为繁，然后一直补就补不完，可是今天看得出来，不管是原住民委员或是我们其他的委员关心文字的委员会知道，依现有的这个法令规定，我们真的会疏漏掉这些。那如果我把这几个加进来，包括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史迹，还有纪念建筑，还有包括原住民之文化资产，哦，如果加进来会不会形成你们的困扰？如果没有困扰，家属有什么困扰？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原住民文化资产它不是类别，它是所有类别都具有原住民的文化资产，所以我没办法归类，所以我们没有在第三条，我们用第十二条，把所有原住民的它的游戏规则，包括行政程序、它的价值、它的指定登录、它的管理维护，在十三条，我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去把它诠释它，而且我们也赋予原民会为一个主管机关，我们把它会同来处理，所以在类别上可能没办法就用一个性质都包，因为没办法分了，因为到时候会竞合，你知道吗？现在问题，我想分类最重要就是它能够区分。
它能够区分啊，如果说混在一起的话，反而在实行上可能会困扰。我到底要归哪一部分？归哪一部分？到时候如果是属于像古迹类里面的原住民的文化资产，那我到时候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到底是由谁来做公告程序，由谁来做行政程序？现在地方政府是由地方政府为地方主管机关，中央是我们，好，是这个样子。那未来在整个程序上，我们会先会同这个原住民这个主管机关，完了以后就回到我们文化部来做公告的概念。现在目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原住民委员会没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这样自己去公告的处理的方案，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刚刚所讲都可以包括，只是说再细分的话，我想我这个部分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折中啦，但是折中我只是怕说到时候没办法分类。譬如说我历史建筑当然可以再加一个纪念建筑，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历史建筑是包括有纪念建筑这个概念，它只是通称为历史建筑而已，但它的性质是有包括纪念建筑这个概念，这第一个。古迹实际上也有包括史迹这个概念，哦，也包括这个史迹这个概念，只是说现在没有再细分。如果说啊，我是可以接受说再细分这几个。那目前我们是在我们的行政院版本里面，就是陈先生版本里面，是把古迹跟历史建筑是合在一项里面，然后把聚落分开成为另外一项。那现在管委员版本是把古迹，把那个史迹跟聚落是合在第一项里面，那我是建议是不是原则上以我们的版本，然后再加史迹，再加纪念建筑这样的概念，我看是不是陈委员是这样的概念，我再加一个类别，一个史迹类别，一个纪念建筑的概念，有点接近我的想法啊，来高进委员是。好，我想呢，我们也不好意思在这边一直在卡住大家哈，是不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版本？我的版本就是说，只要是由原住民的，我们的主管机关要把原民会纳进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原民会纳进来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在预算里面也能够清楚的来明定，这样子的话呢，有权有钱，我们才愿意另外定一个您刚刚所提的那个原住民的，有一些我们要想的名词可能跟在第三条是不同的。我想如果这个部分的话，那我就可以接受，好不好？不好意思，谢谢，我提这个建议。实际上原本的文字法里面，自然地景就是归农委会，也不是归这个文化单位在管的。那如果在相关条文，比如说我们增加三条条文，比如说以我的版本在13的条文，原住民部分就单独拉一个条文出来，未来原民会他就不能够回避，他就是一个主管机关。对，我同意，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第四条，看我的亲民党版本第四条，我也把原民会拉进来，是是是。所以如果说大家同意未来原住民的主管机关原民会也要进来的话，是，当然还有我的第几条在预算上面，如果再给他预算的话，那我们同意，就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预算再拉出来，这是原民会，原民会事实上没有经费在做这些事情。对，所以我想说以上是我提的建议，如果大家都同意把原民会纳进来为主管机关，然后预算的分配也愿意给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同意另外另定专章，我们就不要在第三条里面一直耽误大家的时间，好吗？谢谢。好，对于原住民的部分哦，不管是高路委员、郑委员，还有高进委员哦，是不是可以参考第十三条，就是原住民的部分，我们单独拉一个条文出来，然后把原民会也变成是主管机关，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原民还有预算的部分也要同意，好吗？好，预算好，我知道。对对对，然后经济局可以吗？对，那其他的部分哦，在指定分类上面就加入这个纪念建筑跟这个史迹。史迹跟纪念建筑是一定要加，对对对，就加这两个。但是哈，那个自然地景哈之外，大家都忽略掉那个自然纪念物跟自然地景有时候是脱离的，就是有一些自然地景里面是没有自然纪念物了，有些自然那个自然纪念物脱离在那个自然地景之外哈，也要善加保存的。所以我有把那个自然纪念物从自然地景里面再出来。这个是不是请农委会表示一下意见好不好？农委会负责自然地景的好不好？会不会增加你的困扰？好，谢谢委员哈。那有关这个自然地景的部分，它原来的条文里面是有就是包含那个自然保留区跟自然纪念物。那这个在76条
在条文那个现行条文的76条里面有针对那个自然纪念物的部分，有另外有一个规定。那这个地方如果把自然纪念物再把它抓进来，这里单独列出来，那我想将来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就是一个很难去区别跟区分？再来就是说会跟那个76条的部分有一个重复。再来就是说，管理委员所提的这个自然纪念物里面又增加了这个动物的部分。那这个动物的部分，其实在94年的修正的时候，就特别把动物把它给删除。为什么呢？因为动物有动物的专法，有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94年在修文字法的时候，把自然纪念物的定义的里面的动物的部分把它删除，指那个规定是植物跟那个跟矿物的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在这里做一个报告，就是说它76条的地方已经有自然纪念物了。上这一点，管委员那个76条哈，76条原条文的自然纪念物是比较很简单呐，哈，所以如果要放在76条，那我希望说76条谈到那个自然地景跟自然纪念物的时候，要加我的条文。我的76条也有条文，本来放在分类的地方哈，是它会被单独指定编码，就指定成它是一个自然纪念物啦。那你放在76条，它没有法定的文资地位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差别在这里啦。啊，你放在第3条的话，那个东西就有一个被指定，而不只是登录，因为我这边全部都给它改成审查指定嘛。好，所以它会有一个文化资产的法定地位了。那你放在76条，它不是法定地位的东西了。它，包伟，这个也是法定地位，因为这个就是跟那个自然保留区是一样的意思啦。那假如那个，我们现在甚至我们建议就是说那个，自然在那个自然地景的部分再增加一个定义，就是地质公园的部分，也就是说地质公园的地质公园就是那个自然地景的部分，除了自然保留区跟自然纪念物之外，我们再加一个地质公园。那将来就是有一些我们国内目前没有办法纳管的这些特殊的地质景观，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地质公园的定义，你要加在哪里？你地质公园要加在哪里？加在76条，不是加在第三条这个定义里面，自然地景的定义里面。哦，那就把自然纪念物加进去那个自然地景里面嘛。哎，跟那个地质公园都加进去嘛，就不必再另列一，对，不必再另列一款啦，好不好？我觉得有关于自然地景的部分啊，实在跟我们那种环境保护中所指称的自然地景不用区隔啊。然后我个人认为，它也跟我们所第一项所说的这个文资里面应该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没有一致性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说，把它修正为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保育自然等文化价值之自然保留区、地质公园及自然纪念物？这样其实就比较是完整的，你把那个第一项里面的一个目标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就可以跟一般来说就可以做一个区隔度？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文化聚落、历史街区之指定或其保存用地、保存区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区之管制，不得任意。来，农委会的说一下。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在文资法里面，其实我们分为文化景观跟那个自然景观。那文化景观就是刚刚委员所提的，可能这些历史，对，所以我们在自然地景就是很纯粹的，是指自然环境里面的自然的现象。那跟文资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这个部分建议是不要放在一起。是，因为唯一文资法有相关的其他单位就是农委会，就这一块给。好，高委员是。我要回应一下，就是有关于第3条增列原住民族之文化资产这个部分，其实没有竞合的关系，而是就是把跟有关于原住民族的相关的有形无形，然后列到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可是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没有办法放进这里面类别的的文化资产。
才会觉得说应该要有原住民族之文化资产。其实刚刚有讨论有关于就是我们州族的库巴还是没有办法在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中里面年代长久而其重要部分仍完整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群。所以呢其实也因为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权是一个集体权，我还是认为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必须要另外再整列。再来请问一下，在原住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就是巫师，他的文化资产是附着在人身上，请问你要怎么去定义？好，所以在文化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的部分，其实只要是涉及原住民族相关的放进来，其实可以去含括你前面所有的有形无形的部分。列册追踪，主管机关应对发现提报遗址之个人团体给予奖励。黄国书委员第三十七条，主管机关应定期普查或接受个人团体。高委员的质疑能不能回答？他认为放在后面十三条是不足以保存的。登录项目后，因为我们第三条是分类了，那如果说第三类，因为现在我们在行政院版，第一类是有形文化资产，第二类是无形文化资产，那第三类如果分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的话，它也包括有形文化资产，也包括无形文化资产，那也包括全部所有的原住非不，也包括所有被登录被指定的这个原住民文化资产，所以它没办法再分类掉，因为一般分类它是复制，所以有关于原住民这部分的我们用专法，也就专条文这样来一个办法来处理的，那会把这个概念拉在那里面，也就是说有关只要是属于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的话，就是原住民族文化资产，就是在我们的范围以内就对了。那现在因为你分了你有形无形不可能再加，这个我没办法分了，这个我们在实行上没办法分出来了，我没办法分了，哎，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意思，就实际上原住民的有形无形文化资产跟其他的族群分类是一样的，那但是它有一个专责机关出来了，不然好像原住民的文化资产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考古遗址后办理公告，考古遗址面试减损或增加价值时，准用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考古遗址指定基准废止条件审查程序及其他应遵循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我想大家有个共识，我们好来，郑委员是。第三十八条同现行法第四十条。来，是郑委员。我是说，能不能就加一项嘛？就在第三条下面加一项。信心加强是。就原住民的部分，因为我那边后面不是也有一个是复合性指定的那个要加一项吗？然后原住民的再加一项啊。那部分我们是把它拉在第四条，就有关系。但是就是用这种结构啦，我的意思是说分类完以后再加一项补述嘛，那个补述把那个原住民文化资产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那个部分看怎么补述进去嘛，因为他原住民的文化资产也会在所有分类里面被涵括啦，也会啦，好，所以他如果另外分一类出来是体力不一样啦，但是我们可以补述一个大家认为很重要要补述进去的变成第二项。现在就是说，大家认为要补述什么？因为第十三条哈，第十三条虽然有专门的一条给原住民族，但是你要谈到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什么是文化资产？当然就会回归到第三条。你回归到第三条的时候，刚才讲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要分到哪里。没有，我现在我大概知道了。对对对，所以我没有马上说要怎么弄条文，我还在想，你们也帮忙想。哦，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哦，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到底它是归类在，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包括嘛，在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愿意再花一点时间去
想这个文字、啊、我先讲一个看法了。实际上这就立法条例来讲这是不对的，但是为了增加信心，所以我们可能修正就是把第三条里面就是有形无形后面再加一个叫做原住民文化资产，然后分有形无形之后，后面把原本第十三条我的条文对原住民文化资产的保存移到变成第三项，就是这样子。但就法律条例来讲，这是不对的。譬如说啦，我举例，因为我还没有进入那个内容了，我只是举例看看哈。譬如我们加一项哈，就是说前项各类文化资产中有关原住民文化资产之保存，得设什么什么什么机构什么什么加强管理，这样子放在第二项嘛。就是把它前项各类当中有关原住民文化资产保存的，要我们可以让它有一个专责的管理，这样子嘛。我在我的条文第十三条有特别对原住民文化资产保存有特别指定，原民会有指定出来，对啊。哦，那就不用放在第三条。来来，何委员。哎，不好意思哈，那个刚刚。我记得张伟啊有在提到，管委员的某一个那个死机的部分啊哈，那个部分我是觉得应该要单独列出来哦。那我也希望把我的第三条的那个部分有关地方史或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的那一个部分，可以放在死机的部分啊，这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我看到现在电脑萤幕上，我在第二个第三条里面还有在第五。我在最后面有放上了影音哦，因为我刚刚跟蒋乃馨委员我们在谈哦，因为我们整个文字法里面都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影音的该保存的一个文化资产列入哦，所以呢，我只是希望呢能够呢就这个不管。或者是大家可以给我更好的建议啊，就是把这个影音的东西要放在归类在哪一个部分？我只是觉得我们呢，有很多的影音也是我们必须去保护的一个文化资产。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者不在此限，委员管必行等第44条了解。我现在是把它放在第五款啊，对吧？我怕补不完。遗址发掘，没关系。来，黄委员。发掘者对策，送交主管。如果把史迹跟纪念建筑放进来哈，那我觉得有形的文化资产的那个类别的次序哈，我建议这个样子了哈。一古迹，二就历史建筑嘛，因为你独立一个纪念建筑，你怎么历史建筑没有独立出来呢？所以你应该一古迹，二历史建筑，不，一古迹，二史迹，三历史建筑，四纪念建筑，应该是这样来分了哈。好，那加进来那个次序要排好啊，哈。然后五聚落建筑群才这样子排啦，好不好哈？那个次序就照我那个版本的次序，谢谢那个黄国书委员。那个我是不是能够建议哈，自然地景那个部分能不能改成？六哈，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指具有保育自然价值之自然区域、地形、地质公园，即我国特有珍贵之植物、矿物，这样子。好，我先处理第一段。对于黄国书委员的建议，跟我的比较接近。也是并同刚刚所提到的，有两类没有列进去，一个是史迹，一个是纪念建筑。那这两个把它摆进来，那它的排序哦，就照古迹，然后史迹，然后历史建物，然后纪念建筑，就这样的排。然后在后面就是聚落，就建筑这样的排下来，这一块可以这样处理。然后原住民的部分，是不是就回到另外专责条文十三条条文，这样？大家不会觉得我们立法会闹笑话。好，好，原住民这个部分先保留，然后属于自然地景部分，还有自然纪念物这块，是不是？好，对，管委员把动物删掉了，剩下可以吗？来，麦克风拿一下，麦克风拿一下，还有麦克风。不好意思啊，我可以讲话吗？这个聚落建筑群能不能用？文化景观。要我先处理完他这一块，回答完来。好，我的建议好了。所以现在是用那个主席招委的版本。
是那个官员刚刚是把这个自然纪念物也加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对自然地景这四个字去做定义嘛？没有，就是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冒号这样子把它相次加进来，然后再定义。你再听我念一遍，看看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好，我刚刚报告就说。自然纪念物啊，哈，在76条那边，它是属于自然地景底下的，依照性质去区分，所区分出来的其中的一个项目。那如果现在不是，因为最重要的是，有些自然纪念物是脱离自然地景的，所以你把它放在自然地景下，就没办法关照那部分的。好，所以才会说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然后下面再去定义这样子。我们原先的想法是说，在这个自然地景这里去加，它的定义加上一个地质现象。譬如说了哈，譬如说哈，现在那个新北投公园那个北投溪，它不是变成富裕区嘛？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地景，但是北投石很多。是离开那个区域单独被开采去的啊，等等啊，流失啊，或者是有一些它是散落在民间啊。那北投石本身你也应该要给它指定为自然纪念物，它跟北投溪的那个北投石富裕的那个自然地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所以才会需要分开。要分别列举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是两个项目被指定了，因为它是两个项目分别被指定了，现状已经是那样了，我们就把这个现状的必要性落实成为文字上面很清楚嘛。其实我们在76条，那我们有建议是说，再加上特殊的地质地形现象。这样的话就将来就可以，那个不是地质啊，那个是自然纪念物，跟地质就不一样嘛。它是自然纪念物嘛。那依照现行的那个自然纪念物的定义，它就是特殊的植物跟矿物，所以它本身就是矿物。对啊，所以北投石就是啊。对啊对对。但是你不要把它放在自然地景里面，因为它根本跟那个地景脱离呀。Okay. 你现在就是很名不符实嘛。是。你知道我意思吗？知道。所以就是文字哈，就是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冒号，指具保育自然价值之自然区域地形地质，你刚刚那个什么什么哈，然后及啊及那个我国特有珍贵之。你如果说动物已经有动保法，那 OK， 就是植物、矿物这样子，对。那可不可以再加一个地质现象？对啊，那个就是在前面啊，在那个自然地区地质，自然区域什么什么什么地质现象，有没有？区域地形地质现象。对啊，这样的话，后面76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配套。特有珍贵之，这也是我们陈委员的版本。矿物。好，我们高委员发言完以后，我们就大家各自协商。来，高委员。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为什么会有那一条线？之植物。提案第61条。没有了，我本来是想说，先休息5分钟，让原委会、农委会去跟官委把那个沟通清楚、啊。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在款名，好不好？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来，有国文老师在这里是吧？可以吗？对。官委员可以吗？农委会可以吗？纪，对啦，是那个纪啦。是 and 那个 G 对。保存价值之项目内容及范围依法定程序审查后列册追踪。
委员管碧玲，本提案第六十二条，需要特殊地形吗？文化艺术科技自然创作是文物，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中间那个字要改掉。即改成即啦，法律中用的即，即改成即啦，即啦，也不是这个即啦。对啦，对啦，对啦，对。登录为国史有形文化财。委员管碧玲等提案第六十三条。哎，管委员，那个地形，管委员地形前面要不要加特殊地形啊？他们是应该，我的版本是有特殊地形两个字的，好不好？那个特殊地形啊，好不好？不然哪个不是地形，都是地形啊，特殊地形，好不好？国主是创作，二与国民生活有关之民俗信仰节庆之仪式与创作，三传统工艺之保存创作。主席啊，来来，有一个法定用词来说，来去，来来，蒋委员，第一次发言，第一次发言，我现在才拿到麦克风，是。很热门的，把这个电影的部分现在要把它摆在哪里？影音啊，所以是不是把？我接受这个文化部的意见，把这个影音啊摆在古物最后面，图书、影音、文献。在图书文献后面吗？并就其中具国宝重要古物价值者列影音资料，中央主管机关审查。那个部分啊，局长，那个部分就是我说的文化财啦。我知道这个我们在审。文化财里面哈、啊，就可以把这些都做非常妥善。我跟各位报告，因为蒋委员从审博物馆法就对这几个字很在乎。因为你那个电影啊，你把它叫做古物哈、啊，实在是很奇怪，所以还是文化财最好啦。那个古物那一张啊，还是漏成文化财。不，跟委员报告、啊，人家韩国也用文化财啊。跟委员报告，我们谈的不是电影，我谈的是影音的影带资料的保存，它才是文化资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电影是有电影法在处理，那我谈的是这整个的在影音。有一些已经到文化资产层次的电影法是不够。不只是包括电影，包括所有的，有的超过一百年以上的啦，唱片啦什么的，是。蒋委又没有麦克风来，但是文化财比古物好。对对对对的，国史委员说的对。你们怎么没有给黄委员麦克风？我跟委员报告哈。譬如说了哈，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举一个例子了哈。解除戒严的那个，解除戒严的那个总统令，要不要保存？要啊。可是你要把它叫古物还是叫文化财？你叫古物就很奇怪，你叫文化财就 OK 嘛？很抱歉哈、哦，我跟委员报告，日本的文化财相当于我们台湾的文化资产，这个是分类性质的问题，并不是哪个名称有。日本的文化财没有，相当于我们台湾的文化资产。那我们因为整个分类下来，把那部分它的性质我们归在古物类。你是把它叫有形无形嘛？那你就要另立一类。那你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有形文化财哪里？那如果文化古物会不会好一点？审查指定物也被纳为国宝。会不会好一点？那就还不够古啊。国史重要有形文化财，无形国宝重要。好，来，黄委员请坐，黄委员请坐，来。那个，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哦，刚刚蒋委员提议的，就是对于影音资料，我们就加在图书文献部分，好不好？然后对于管委员所提到关于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我们就加了这几个字：特殊地形、地质现象及我国特有珍贵之植物及矿物，好不好？来，农委会是。OK 了，这个把它加上去，我就不讲话了。加了，我们两个加了。提案第六十九条。特殊的地形地质现象及珍贵稀有之植物及矿物，对我国特有几个字拿掉，特有也拿掉，珍贵稀有就是很少，就是因为珍贵稀有其实是我们针对植物的部分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较常用的名词，就用珍贵稀有。主要是那个，如果你特有哈，
管理维护办法，由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OK， 好，好，好。好，那这就农委会的惯用法律用语。那个珍贵哈，珍贵比较有那个价值判断，有的人会认为它不。不是它的法律用语啊，农委会一般的。所以那个没有，我现在是讲特有，要不要拿掉了？要不要？拿掉了，特有拿掉了，珍贵稀有。不是啦，特有要不要加进来？没有，那个特有。好啦，没关系啦，喝啦喝啦。好不好？这样就好了，好不好？珍贵稀有，但是那个。好，我跟大家，我再念一次，念完没有问题，我们就休息一下。古物指各时代各族群经人为加工，具有文化意义之艺术作品、生活及礼仪器物、图书文献及影音资料等。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指具保育自然价值之自然区域、特殊地形、地质现象及珍贵稀有之植物及矿物。好，大家没有争议，我们先休息。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古迹哈，古迹，古迹还有没有史迹还有古迹跟纪念建筑，建筑加艺术好不好？它就是文化历史艺术价值，把艺术加进去。提案第七十二条。有啊，前面有写啊，史迹文化艺术。不是不是，古迹，因为古迹跟那个古迹跟历史建筑不是用我的版本吗？你是用我的版本吗？啊，如果都是的话，就有在里面。你现在那个、啊、好，所以对啊，他是史迹，你是史迹跟史迹跟那个跟纪念建筑用我的版本吗？对对对。那你历史建筑跟古迹用谁的版本？用原本的版本，还有我的版本。那就要加艺术了。中央主管机关。历史建筑也是我的版本吗？那古迹就要加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这样子就全部就统一。那要不要加文化科学？你会我们的田野都已经有了，田野都已经有写的了。在哪里有写？历史艺术科学只具有哦，好，那就变成下面的。可是你如果把那个都拿掉，你又得要还是要写啦，还是要写啦。你没关系，你不写他不得要写。时机。可是也。历史文化艺术啦，就都在一起了。还是要了，还是要了，因为你定义嘛，还是要重新定义一次。那问你，纪念建筑还加科学，那你要不要加科学？科学属文化的内涵呢、啊？那你全部都要加科学喽？不是，我说科学包含在文化里面呢、啊。不是，纪念建筑你的版本里面有文化科学，懂吗？那你除非你把科学拿掉，全部都统一都是历史文化艺术。好啊，可以啊。那我们就把纪念建筑科学删掉，然后把古迹部分统一都用历史文化艺术，好不好？这样就一致性，好不好？我们暂时先这样，然后我们给五分钟，大家 review 一下，看有没有漏掉了，好不好？休息五分钟。你去跟他讲一下，赶快去沟通一下。还有原住民的部分，去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共识。七十四，念到这里。这个概念，这个性质就是第三种性质啦。我们是，不是，不是，我们现在处理方式跟人的狗一样处理方式，分开指定。我给他两个身份，有形化资产也有一个身份，无形也有无形化资产也有一个身份。现在那个谁，南昆生，他也是重要古，他也是国定古迹，重要民俗。北港桃天空，他也是国定古迹，也是重要民俗。啊，所以我们原住民是这部分没有问题，这东西我们分别也给他会给他一个民俗的，会给他一个有形的。有一些没办法在一起，
不，对。像哭吧，它是会不断的翻修，不断的使用，它也难以符合。我。建筑也很难符合纪念，它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对，所以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它同样具有文化价值，它是一个活的文化。没有办法列在里面，那你又要说另定一个办法，这个也不是在文化流行不行的里面呢。不是的，我跟你讲，食物，我跟你讲，它是信使的。我跟你讲哈，实际上一定是有这种东西。现在尤其我们在联合国，包括我们现在推动，但论事一个文化资产要有形跟无形的一直论事，这个概念没有问题，这个概念没有问题。没有办法含瓜的，你跟我讲说它不算信使，那是什么？你说它这个是类啊，它的类别对不对？它就是不能放在有形，就不能放在无形。它甚至流动在有形跟无形之间，它是。我就跟你讲，我刚刚讲哭吧，你觉得它是属于什么？我刚刚就讲，我跟你讲，哭吧，它也可以用历史建筑来看呐、啊，以我们现在的分类啊。就是因为你们。我们现在分类它是历史建筑啊。跟我们概念是什么？对吧？就是因为不同，才要用在原住民族文化资产。所以我就跟你讲哦。我跟你们各位报告，历史建筑现在我们在处理，也包括现代建筑了啦。现在联合国已经开始指定讨论二十世纪的建筑了啦。这种东西我没有办法用四个名字来涵盖所有东西，我们只能从后面背后里面有可以容纳这一部分，你只能用这样。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第一，如果加三四，我要加什么，你知道吗？客家文化资产，五，我要加什么？新原住民文化资产。哎，这样分类不行的、啊，你知道吗？这种分类不行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宪法。我不能。再加上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第30。啊，我就已经跟你讲过，只要是原住民的文化资产，我就用一个专办法来处理了嘛。每一个人，对，
下个礼拜二的五点。
因为这个不是真正要的，这个不是真正要的。
定了，定了，定了。原住民族文化资产部分确定下一次会再做。下下礼拜一、三、四。会再，就是会再处理。会，会再审。第三条件不会直接通过。没有，对于原住民这部分，大家在沟通，看怎么样，一定会把它摆出来。的确需要时间。你放心。没办法，韩国在现在。因为你把它放在第三条是有点怪，因为原住民的也是分有形无形，也是一样的。主要还是有像土法，然后或是像原住民族，对，比较难纳进在现在的分类当中。我当然知道，就是我当然知道说它有可能。委员管碧玲。提案第七十二条，因展览、销售、鉴定及修复等原因进口之有形文化财，需复印出口走私。应事先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再加一个属于原住民的部分。所以我才说，有形无形里面哪一个分类里面加？委员陈学圣等提案第七十五条是最后一句，古物修正为文物外，于未修正，于均未修正。委员管碧玲等提案第七十三条，是有国宝、重要有形文化财、国史之宝、国史有形、重要有形文化财，所有权移转前，应事先通知中央主管机关，除记之以外，公立有形文化财保管机关购有依同样条件优先购买之权。委员陈学圣等提案第七十六条，发现内容修正。委员管碧玲提案第七十四条，发现据有形文化财价值之无主物，应即通知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采取维护措施。委员陈学圣等提案第七十七条，除最后一句第六十五条修正为第六十七条外，予以未修正。委员管碧玲提案第七十五条，应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进行中，发现具有有形文化财价值者，应停止工程或开发行为之进行，并报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依第六十五条审查程序办理。委员陈学圣等提案第六章个人地点委员。好，各位，好，对对，好，各位，请坐，各位请坐。好热情哦，也好热烈。下礼拜一、三、四还要继续开会哦，请维持热情跟热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地景一起限制区分为下礼拜地质方言之自然。对，下礼拜我轮值的时候，一、三、四继续审文字法，好不好？珍贵。当然了，我们要毕其一功啊，对不对？来，我们先看这个条文。来，大家先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个啊，好吧，我来念好了。第三条，本法所称文化资产，指具有文化价值并经指定或登录之下列有形及无形文化资产：一、有形文化资产（括弧一）古迹，指人类为生活需要所营建之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括弧二，史迹，指历史事件所定着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所定着之空间及附属设施。三，历史建筑，指历史事件所定着或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括弧四，纪念建筑，指在历史文化艺术括弧文学、美术、音乐、舞蹈、设计等括弧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类相关而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五、聚落建筑群，指建筑式样风格特殊或与景观协调而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区。六、考古遗址，照原条文。七、文化景观，指人类与自然环境经常时间相互影响所形成具有历史、美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之场域。括弧八、古物，指各时代各族群经人为加工具有文化意义之艺术作品、生活及礼仪器物、图书文献及影音资料等。括弧九、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指具保育自然价值之自然区域、特殊地形、地质现象及珍贵稀有植物及矿物。好，就到这个。好。管碧玲提案第八十条。
自然地景有时候使用人管理人管理维护主管机关。我说明一下哈，以我们现在来讲，历史建筑比较有地方性啊，所以我建议说，指历史事件那个历史事件这四个字改为说那个。主管机关备查那个具有那个历史性、地方性跟特殊性这样子啊，锁定打破具有这样子。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然后那个只看不改为具啦，具有具这样子，哎。那个事件要留着哦，不然跟古迹一样喽。事件。陈学正等提案第八十，不然会十五条内容未修正。委员管碧玲提案第八十三条，自然自然路禁止捕捉、采摘、砍伐、挖掘、买卖或以其他方式破坏，并应维护其生态环境。那个事件要吗？传统地点需要，其研究机构为研究沉淀后，就把当成历史性嘛。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不是，那个是货，那个就货。现在是因为后面用货了，因为后面已经用货了，所以前面要那个锁定着置事件，我们要特指这个事哦。管碧玲委员第八十四条，会限于事件。第八十四条，应该在货的后面。没有，那个史迹一定是事件嘛，对不对？史迹一定是建历史建筑，不是。历史界有八卦事件的，不八卦事件。有啊有啊，对啊，所以我用货啊。对啊，史迹是空间，历史件它同样都是特定的事件呢、啊。货，你刚刚讲的那种没有的，就是后面啊，货后面的啊。啊，我前面就是要讲有特殊事件的那部分呢、啊。对啊。对啦，管妈的意思就是对呀、啊，他就强调那个两个要并存呢、啊。后面是强调说范围，第一法定程序审查后列车追踪。管碧玲委员第五十五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普查或接受个人团体提报具。你那个你刚刚要加的那个何委员的那个东西是要加在货的后面呐、啊。货具有特殊性、历史性、地方性之什么啦？啊，前面那个哈历史事件要留着，前面要留着，前面要留着。来来来，我建议啊，刚刚局长讲的哈是我的那个版本里面的其中一部分。那应该是说具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这几个字应该是放在后面，对啦，前面还是维持管委员的版本，指历史事件锁定着或指历史事件锁定着或具有历史性、什么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的团体、原住民族部落或氏族提报具保存价值之无形文化资产项目内容及范围，应依法定程序审查。地方性特啊，就不用事件了吧？这个事件就拿掉。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建立无形文化调查采集文化艺术价值而活化之完整个应予保存啦，安内啦。管碧玲委员，要不要我没有意见啦。现行第五十八条。这样是不是同时并存？县市主管机关应建立无形文化资产调查、采集、整理、研究、推广、保存、维护及传奇。这样是不是？来，再念几遍。要哦，要顿号。文化跟艺术要顿号，要。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指历史事件锁定着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文化艺术价值之文化顿号加个之啦，之文化顿号艺术嘿，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价值而应予保存，不用而啦，逗号了，而改成逗号了。认定其保存者，嘿，然后逗号，协助保存者进行保存维护工作，逗号，无形文化资产。逗号逗号时，主管机关的废止其登录或变更其类别，并办理公告，直辖市、县市登录者。对，这样就顺了。事件定着，但是这样何委员的意见就进来了。来，大家再看一次。对对对，这样就进来了。主管机关的废止其登录、指定或变更其
类别，并办理公告，直辖市、县市登录者应报正主管部，可增加登录指定基准审查废止条件，以陈述以及其他因具体适用之办法，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并成立财委员第59条，无经文化资产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查登录办理公告，并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中央主管机关得就前项以上。好，这个请何新存委员来帮我宣读一下，我累了。还有这个我然后史迹的部分哈，指历史事件所定着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这个所定着后面还要三个字所定着吗？还要吗？管吗？我刚刚在看这个了哈，这个条情都有所定着而具有应予英语保存之空间及附属设施就好了，你这个地方不需要再一个锁定着吧，是不是？前面已经有了。先不要改，先不要改，先不要改。先不要，来来，你讲话吧。史历史事件锁定着哈，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英语保存之空间，英语保存之空间及附属设施。你的锁定着，你这样念的锁定着，前面已经讲，你后面又有语义是。这俩国文老师高龄，这聊聊也有意思。不是，我知道那个黄委员要那样改的意思哈。但是我现在是在想，原来有那三个字是什么思考？我怕把它漏掉。不会，你前面已经强调它了、啊，就是说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之空间及附属设施，这样就好了。它前面已经强调了，对不对？保存所定着，因为你在一个语义上哈，短短的你那就删掉了。哦，不然你就这里啦，不要你用或就可以了啦，或就好了啦。是历史事件所定着或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所定着之空间及附。哎，好，这样好一点。没有，但一个是建物，一个是空间，所以 OK。不一样，不一样啦，不一样啊。哎，对啦，史迹跟历史建筑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对啊。在设原住民族文化资产保存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制。陈元胜委员第94条，主管机关应鼓励民间办理无形文化资产。没有，空间是史迹了。工作前要工作所需经费中央。你可以重复指定啊，我有一些空间上面没有建筑物啊，所以它是空间，所以它就是史迹啊。传统艺术拥有者、技术保存者、颁授国家传统艺术新传师，分别指定没问题啊。它本身是一个史迹，好，然后它上面的建筑属历史建筑 ，OK 啊。或者你把那个历史建筑就变成那个史迹的附属设施啦。像那个牡丹社事件上面已经没有建筑了，它好像剩下。那如果有建筑的，就是史迹上面的附属空间啊，就一起指定啊。史迹上如果有建筑的，那个建筑就属于那个史迹的附属空附属。现行第62条。没有史迹上面的，就是史迹啊，对啊，就是史迹的一部分呐、啊，对啊，所以没问题啊。第95条，主管机关应补偿或接受个人、团体提报文化的资产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并依法定程序审查后予以列册，并建立基础资料。前项所称文化资产保存技术，指进行文化资产保存及修复工作不可。那个史迹跟文化景观还是不一样。文化景观比较是美学文化的，史迹比较是历史的。本命委员第87条同现行第87条，核心村委员第80条，主管机关应补测、应补查或接受个人。就是史迹跟历史建筑，就是说你们在叙述上都卡差一个空间跟建筑物安尼尔啦。建立基础。其实拢，嘿啦，保存技术是指进行文化资产保存或接受工作不可或缺，且必须加以保护之传统技术。其保存者，指保存技术之。拥有精通潜能正确体现者，正天才委员。所以后面要处理那个部分，就是说，应普查会接受个人。未来的处理这些，你的方式是什么？那个都要跟着讨论了。保存者并依法定程序。我想是这样子啊，原则上，史迹在我们现在目前操作的
作业程序里面是把它归在文化景观的。那未来的话，我想我们也是原则上只是说把文化景观再把它分成加一个史迹这个概念这样子啊，它是一个场域空间的概念啊。其实不是，是那个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它跟文化之外有那个历史事件要特别予以传送的。你知道文化保存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故事要被彰显，所以文化景观将来会变成更是一种真正的是美学或者是文化的景观，但是附着着历史事件的一定要用史迹，你才能够对那个历史事件予以强化。好吧，那现在是说再细腻一点来论述就对了啦，这个我了解，我了解，就是再细腻一点来把它论述这样子。像登录及被认定基准审查废止条件与程序变更及其他应遵循之60办法，依照《治安地址管命令委员第88条同现行第88条，今天在委员第88条直接县市主管机关就以列车之文化资产保存记录为必要前提。他现在意思是说，要不要加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呢、啊？要不要？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中央主管机关的前条以列车或以前项已登录之文化资产保存记录为登记重要程序保护者，审查登录为重要文化资产保存记录办公告，请问向登录文化资产保存记录，应认定其保存者但涉及原住民族文化资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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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古迹是很重要的啦，没有啦，重大是我们把它分成是县市层级跟中央层级啦。哦，重大跟重要。前事项登录就必须根据具体审查废止条件及程序，并根据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但是原住民族文化资产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哎呀。陈元正委员第90条，主管机关应对登录之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进行技术保存及程序，并保留该项技术与文化资产保存服务工作，向保存技术之保存传习活动及其保存的技术应用人才养成及辅导辅助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陈元管命令委员第89条同现行89条，核心村委员第89条，主管机关对登录之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进行保存服务技术，并保留该项技术与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传承工作。城乡保存技术之保存专题活用与保存者之技术平等技术应用人才养成及辅助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今天在委员第89条，主管机关应对登录之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进行保存及传保存及传习，并活用该项技术与文化资产保存修复工作。城乡保存技术。就是谁都可以来指定古迹的。不要再加重要了啦！你那个不重要的一定指定不会过了，不要再加重要了啦！本来就都没有那些字眼的啊。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得予奖励或补助。一捐献私有古迹、考古遗址或其所属建筑土地或者这些都原条文的。二、推荐私有保护重要古迹政府。三、发现第33条之建造物第57条之一是考古遗址，第76条之具服务价值之无主物，或第88条第一项之具自然地景价值之区域或建造纪念物，并其通报主管机关处理，是维护文化资产具有绩效。五、对产扬文化资产保存鲜有贡献。六、指挥将是有那个再改成与纪念建筑指哈与历史文化，那个生活需要什么叫生活需要？为文明，改利用这个改哈，为生活需要开始怪怪，但是你这样为生活文明啦，好不好？生活文明或者人类。指人类没有胃了，指人类生活文明啊，没有胃了。指人类为人类文明，为人类文明所营建，指为人类文明。没有了，人类为文明，不是没有胃啦。人类它自然产生的哪有胃？它没有一个目的啊。指人类文明。所营建之嘿，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之建造物及物，啊，怎么啊？好了，指人类文明所营建之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指人类文明呢？啊，文明啊，嘿，文明啊。建筑。看后几数啊。
对啊，人类生活需要，不用啊，那个是什么叫生活需要？大部分的古迹都不是生活需要的，才留下来。比如说庙哪是生活需要？对。古迹考古遗址继承，原本法公布生效后，尚未核科或尚未核科确定者，适用前项规定。管理委员会第92条，是由古迹建筑文化财、史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物、史迹及其所定着之土地，因继承而移转者，免征遗产税；是由文化聚落、历史街区、文化景观及其所定着土地，因继承而移转者，其免征遗产税范围标准及程序法规，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订定，报财政部备查。可以了，差不多了。要再念一次吗？来，国书委员。好，我们古迹这样子啦，哈，大家顺一下。古迹指人类文明所营建之具有历史文化建艺术价值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它一定是建造物嘛，所以才叫古迹嘛。那它。应该是啦，应该是啦。没啦，比生活所需好很多啦。生活所需那个时候是谁写的？怪怪的。用很久啊，用很久。不过生活所需是对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生活所需。哎，没关系，改成这样也。文明啊，文明会比较好。原来那样也没有错。那因为你写为人类生活所需，那就比如说有非所需嘛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什么是非所需？就怪怪的嘛，对不对？不错，英明英明。对，我改这样。那什么就会有跑出一个什么是人类生活非所需的问题嘛？列举扣除或列为当年度费用不受金额之限制。前项年度费用已交付主管机关的国家文物局。盘古开天的话呢啦，我知啦，哎呀，基金会会同有关机关办理。没啦，这个他的本职啊，他是他的本职啊。这个没有。这是人类为生活所需，文明好多了。谈的是本职啊，啊，因为文明可能还要去论述什么。你看那个 UNESCO 那个好像。文明跟文化，对呀、啊。文明、啊。UNESCO 里面这是为生活所需要的、啊，为生活需要。UNESCO 是这样写吗 ？Monument 的概念的、啊。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改啦。我建议是不要改。然后我建议在第三条上面那个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价值，我也觉得不要改，因为这个东西是联合国里面最全言所谈的部分。那当然个别细项里面再写，我是觉得 OK。那个为什么删掉？我没看到它被删掉哎。哎，我觉得是不要。哦。因为这个最基本的，我是觉得是把它写下来。那个留着好了。哎呀，那个、是这样，因为这个是通称具有文化资产的价值这样概念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是建议古迹那部分是不是不要改啦？好啦，卖盖啦。嗯。哎呀。好啦，生活所需，我还。人类为生活需要所营建的。其实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生活所需，包括精神生活啦，所以 OK 啦。哎，对啦，对啦，文明会有文明会有价值判断了。不是现在，实际上，过去的历史发展，只要是人，他就是要文明嘛。第二项，前条文有恢复原状之文明为则，应由主管机关于二年内待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费用。陈学圣委员第104条。法人是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没那么漂亮了，总觉得啦，总觉得啦，但是没关系啦，改的比较不一定一定都要林志玲了，有时候隋唐也可以了。第八经第管辖人员第96条，同现行法第96条、第105条，以下列情形之一者，新台币3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管辖人委员第97条，以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好，第一，我们来看了哈，古迹指人类卫生活需要所营建之具有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这跟原来一样啊，哈。好，二史迹指历史事件所定着或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所定着之空间及附属设施。OK， 没有问题了哈。史迹，史迹没问题。好，历史建筑指历史事件所定着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陈先生委员第108条同现行法可以了哈。环评委员第101条，除依法本法第15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因本法应作为而不作为，是危害。他是讲建筑啦，空间跟建筑不一样啊。主管机关定期应于一个月内为之，借其人不为者，则代为处理。好，可以啦，可以啦，空间跟建筑。史迹啊，史迹就是他最强调的是那个空间啊。历史空间。旧的建筑、考古遗址、传统表演艺术、史迹、美术、口述传统及传统知识与实践者，由史迹的迹，他用那个迹是古迹的迹啊，不是那个足迹的迹啊，对不对？不一样哦，对啊，所以那个字这样要那个基，对，那个因为用了那个基，就是历史空间。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用历史空间嘛，对不对？陈先生委员第110条，本法施行细则由文化一个空间不一样，哎，跟官委员再确定一下，史迹是不是所谈到的场域定找空间这个概念？空间对，但应该不包括建筑物吧？这是因为刚刚有一位同仁他不是问吗？说那个史迹上面的那个建筑物怎么办？好，有时候我们以史迹给他做指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那个历史事实，那个故事。所以，然后他广大的是一个空间。那如果他上面有一些附着的设施，我们就把它指定为史迹的一部分，就不必特别指定它是历史建筑或古迹。所以才会把它加进来。那如果那个部分要特别指定，就可以把它取消。这个看你们实务上怎么做，可以取消，也可以加进来，这样子。你如果要把它当作是史迹一部分，不必特别指定，那就把它加进来。因为现在的分类哈，史迹这个概念的分类，跟我们文化景观的分类的概念是有点一样啊。那一样差别在哪？差别在史迹是历史事件。对啦，对啦。啊，所以我建议说，如果说要加史迹的话，那或具有那部分是就不要是历史事件所定找的空间，这样就好了。因为后面加进来说，一直到后面那些，实际上我们都是用文化景观去给它诠释啊。可以。你知道吗？那些史迹，我们就特别拉出一个项目，就针对历史事件所定找的空间。本来就不是或了，本来是而了，而具有，而具有历史价值啦。我主要在下面用儿啦，那就用原来的文字，然后把后面的锁定着删掉。对啦，这样才对啦，对啦，对啦，管妈，对啦，管妈，这样才对啦。对，就是把那个指历史事件所定着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之空间及附属设施啊，啊嘞，这样就比较漂亮啦。第五章，无形文化资产。对啦，重点在于历史事件。历史建筑啊，对啊，历史建筑我本来也认为说不需要在历史事件，但是管妈觉得还是要吧，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历史建筑可不可以不要事件？可不可以不要有历史？因为他用或了，所以两个都要、哦。他要或，他是因为他会两种、啊，一种是没有历史事件的嘛，好，譬如说古厝嘛，古厝那一种是特别为历史事件而指定的历史建筑。对对对，所以比如说他已经用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那个对那个建筑物，譬如说我们那个美丽岛事件的那个美丽岛杂志社，对对对，就是比如说紫藤庐，大家以前都在那边密谋造反的那种，那个是纪念建筑了哈。啊？中东与第七案。什么？你用那个，你要怎么改？第二位。那个官委，你现在就二跟三哈，怕将来比较会混淆。没有没有。那第三是空间，对，那第三的话，指历史事件所定着或
如果这个把它拿掉的话，哪里拿掉？就是历史建筑的后面这个地方。哦，不能拿掉，那个不能拿掉。可是你后面具有历史性，它就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具有历史性是你们局长刚刚加进去的，他是为了要让那个地方性进来，所以他特别弄那个什么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但是历史建筑最重要的原始还是在处理历史事件所定着的那个建筑。我这个，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分类增加，分类增加的时候你一定要。各个类别要有复次，你知道吗？你要有七格，你没办法都把它同样。所以历史建筑跟纪念建筑跟史迹，你要有一个区别，要不然到时候地方政府在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归哪一类，你知道吗？现在很怕是这个样子。纪念建筑就是人呐、对呀、是因为你们要把别的东西加进来，所以整个弄成好像会重叠呀、历史建筑就历史事件呐、那你现在又为了要地方性进来，所以你又去加后面，不是因为对不对？然后那个纪念建筑本来就是指人的东西啊，纪念一个人而来的。对对，中正纪念建筑跟历史建筑现在是没有问题。那、你刚刚说什么？干嘛？我现在是历史建筑跟史迹，因为历史事件这样的概念。史迹就空间啊，建筑就建筑物啊，怎么会重叠？现在我们加的历史性是意思说可以包括历史事件的意思啦。现在意思说我们的历史性可以包括历史事件的意思。现在意思是这个样子啦。我宁愿不要后面，你把历史性删掉，你把那个何委员的地方性跟特殊性放进来。前面那个历史事件附着一定要。好吧，那既然就都包括好了，两个都包括好了，就这样。好了，好好。好了，两个都包括好了。要了，要了。我。用货的话，就还是要留。再请黄侯叔念一次。我念到没有力，我还是要补一句话、那个历史事件所定着是至高无上的一切啦。好，对对了，在历史建筑，好，我们再想一下哈。好，历史建筑指历史事件所定着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艺术价值，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来，好了，好了，应该可以了，欢迎啦，应该可以了，够盖码差唔加密啊啦，我看是差唔加密啦。好，再来哈、第四，纪念建筑指没有雨吧？刚加了。指与在这怪怪的，指与在历史文化艺术（括弧文学、美术、音乐、舞蹈、设计等）（括弧）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类相关哦，指与是不是与人类与在之人类相关而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好，有问题吗？不用语啦，在这些事情上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类，英文叫 among 啊，最重要不是、只在这样具有重要贡献，哦不，因为也可以不必语啊，语啊，因为在这个部分有贡献相关也可以啦，没有语也没关系啦。在这个人类相关，其实就有语的意义在里面。有啊，他打阿内朵爱，因为你后面有相关就要嘛，也可以不要了。就是在这个相关，其实就是与它相关，在这些方面相关。只。与历史文化艺术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类相关，与这些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类相关，不行，这样文字不行。
来的版本，这是谁的版本？管妈的版本，对不对？管妈，你给我想一下，管妈。没有，我是认为不必语，其实就有跟它相关的意涵在里面，所以原来的文字应该是 OK 的。在这些方面，人类相关，在历史意识文化具有重要贡献。阿布多来改后边呢嘛，只在这些是具有重要贡献。可以了，要怎么改无所谓。具有重要不用人类了，不用人类相关了。哦，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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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那个人去过了，在那个人在那里，所以是跟那个人。对了对了，以前吴志扬住过的那个饭店都要了。只在历史、具有重要贡献。他不一定人。实际上现在这个纪念建筑，我们现在在各县市里面都把它登录历史建筑，就是名人故迹的意义啦。现在是这样子一个名称，现在很多县市政府都有，包括台北市、台中市都很多名人故迹，那包括也有包括古迹，包括历史建筑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同意是都好，那我们也可以针对因人有关系的名人故迹，我们把它给一个分类叫做纪念建筑这样子啊，原则上我们是可以同意接受这样子，那加一个类别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东西要跟人物有关系啊，刚刚好一点了，人物比人类好一点了，我再念一次哦，纪念建筑，什么是纪念建筑？只在历史文化艺术哒哒哒，好，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相关而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你那个相关是不是把它弄到前面？具有重要贡献之相关人物而应予相关，把它拿到前面来，相关人物啊，这样比较顺一点。自由。具有重要贡献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又对了，这个又对了。哎、欸，对对对，这次吴志扬对了。这次吴志扬对，吴志扬对。再念一遍好不好？好，再念一次，再念一次。哎、欸，大家脑力激荡一下，来，纪念建筑啊、哦，只在历史文化艺术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相关。相关应该在前面吧？后面。不是，那就会变成人物了。相之人物相。关的什么？后面再加两个字，什么东西啦？是相关。与，不然就再不要与与与之与历史的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相关，与这些人物相关。好好好好。你要念一次啊！换你念。你们同意我就要念了。我念得很累，你知道主席很累的哈。好，纪念建筑物只以历史文化艺术。那个人文好不好？最后给管妈念，我不念了。没有没有，我只是改那个细节，不是改结构哈。就是说把那个历史文化哈留着，然后后面所有那些全部把它浓缩成为人文呐、就是历史文化人文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其相关者，而且只与哈。只与历史文化人文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相关而应予以，这样子的，这样其实是 OK， 跟这种人相关而应予以那个保存嘛，这个就没有问题嘛，就把再改成与啦，然后把那么长哈缩减成历史文化人文了，就是。只与
历史文化人文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相关，而应予以指定者，这样子，而应予以保存之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与那个人相关嘛，而应予保存嘛，对啊，我只是担心人文不是有贡献的人嘛，与这个有贡献的人相关而应予保存，所以是没错啊。与这种人相关而应予保存，这个是对的。那什么人呢？就是在这里具有贡献嘛。所以其实把那个在改成与就 OK 了，然后把它缩短。那人文就用说明，把它说明那个立法说明，把它指在哪里，哪些项目这样子。我是觉得整个法律里面条文里面如果没有人文两个字，你突然冒一个人文，然后前后都没有，就会有问题、哦。我原来是想要把它缩短一点比较好。艺术对了，所以不应该。好啊，没关系，没关系。还是艺术了。艺术比较好了，好不好？只与有贡献之人相关，这个是 OK 的哦。啊、好，而应予以保存之，所以把那个在改成与，原来的文字的在改成与就 OK 了。只与在什么什么有贡献之人相关，而应予保存者，没错、哦，它是主词哦。那个建议说，艺术后面加个等，万一竹繁不及备载，还可以扩充解释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只与历史文化艺术等，哎，具有，好不好？政治人物也会是，对啊，军事人物。人文改成只剩下艺术哦，那文学那些都会被删掉哦。你如果这样，如果不是人文，就要留着全部了。因为一般人文是包括科学、文学那些啦。那如果不要。如果不要改成人文，就要全部保留，不能只有保留艺术。各位有没有意见？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才要念哦。好，那就确认哦。但我是建议文化部啦，关于这一个分类哦，到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名词的解说定义，好不好？这样的话避免大家适用上有困扰。好，那我就念了哦。不准翻案哦，讲定了。纪念建筑只与历史文化艺术，括弧还保留吗？括弧文学、美术、音乐、舞蹈、设计等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相关而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这样会有好几个等，我是建议不要跨弧，那个你这样变成正面表列不在里面的，变成你不是的，好不好？那个，那你说电影就没在里面了？那就是艺术，不，那电影就不在里面了，对不对？很明显，音乐，可是音乐也是音乐，不，电影就没有了，你看明显看到，对不对？哎，就不要嘛，哈，就。你不要正面表列啊！等人文领域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相关，等人文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等这样就好了嘛？对，然后把括弧内拿掉嘛，好一点的，这样比较有弹性。一般现在名人故居好像不是限这样子而已，你只要有名字的话，你只要有出名的话，这个由地方政府去根据他的有关的建筑物去来登录了，所以有点弹性可能比较好一点的，是这样子。好不好？我跟各位解释啊，我们把这括弧内容拿掉，就是对于人文艺术，我们没有特别去强调哪些才是。那有一些不是属于人文艺术，我们把它归类到历史类。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文字法里面特别强调文化艺术？是因为我们是文字法。那这样的话，大家对外就比较好解释，好不好？好，那我再念一次哦。纪念建筑只与历史文化艺术等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相关，而应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好，掌声通过。好，谢谢大家。我们再一个条文，我们就结束，好不好？第四条，主管机关完，我们今天就下课，好不好？啊？哦，真的、啊？这一条才一半喽、哦，第三条才一半喽、哦。好，来来来，好，好，那
到那个自然地景都，自然地景有一个法律用语上面的地质现象及珍贵稀有植物及矿物，是不是这边要地质现象后面用顿号好不好？可以吗？啊？地质现象后面改顿号，不要急，因为有两个急，好不好？这个急拿顿号。哦，地质现象珍贵稀有植物及矿物，好不好？哦，这样可以吗？啊，好，好，我们现在进入无形文化资产，我们讨论到五点，好不好 ？OK， 如果今天没有结论，就下礼拜一再来。好，那不用啊，那就现在结束啊。你到五点要讲几句话？你继续讲啊，没办法讲到五点啊，认真一点啊，来，大家不讲就过了、啊。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争议啊。无形的是没有争议、啊。无形，你刚刚讲说无形，你这一块就尊重我们嘛。接受嘛，对。那就是原住民这一块、啊。现在是定义，我回去核对一下了，好不好？那个定义的文字回去核对一下了。那个类别的话，我就尊重你们。OK。好，因为那个我刚刚有承诺。第三条的部分哦，原住民的还有这个无形文化，无形文化资产这一块的管委员保留发言权。那我们在。看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如果有新意见再处理，好不好？还有才十九分钟，我们处理第四条，比较单纯，主管机关。啊？无形文化资产要念吗？要我念啊？好吧，来来，郑委员，郑委员，你有意见表达吗？郑委员，就是有关那个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部分哈。我们保留下一次，但看有没有其他放在哪一个条文比较。我先讲一下，让文化部哈、哦，哎好，能够回去跟原民会啊思考一下，要怎么处理哈、啊。我的建议哈、啊，好，我的建议就是说，这个陈学圣委员的版本，赵伟的版本哈、啊，第十三条哈、啊，做一些文字的修正哈、啊。这个原住民族之文化资产，请去看我的十三条，依其文化特性及差异性。指定或登录，不限第三条所列的文化资产哈。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文字。那这条的条文，到底是放在现在的十三条呢？我们是比较建议啊，我们比较建议放在第三条的后面，等于是未来的第四条。这个给文化部跟原民会再回去去讨论了啊，好不好？好，这个请文化部回去研究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下一次处理。好，那无形文化资产部分，来我来宣读一下哦。我在宣读的时候，大家看一下第四条主管机关有没有问题哦。二、无形文化资产跨无一传统表演艺术，只流传于各族群与地方之传统表演艺能；跨无二传统工艺，只流传于各族群与地方以手工制作为主之传统技艺。跨湖山口述传统，只透过口语吟唱传承世代相传之文化表现形式；跨湖市民俗，只与国民生活有关之传统，并有特殊文化意义之风俗、仪式、祭典及节庆；跨湖传统知识与实践，指各族群或社群为应应自然环境而生存、适应与管理，常年累积发展出之知识、技术及相关实践。好，大家如果没有意见，除了郑委员。还有其他高鲁用委员刚刚有提到的原住民意见，还有管委员哦，回去再检视一下。那我们第三条原则上先通过，好不好？那我们第四条看一下主管机关，好不好？各位请看一下，文化部在看这样可，因为这次因为有复合型的这个文化资产会出现哦，所以我们稍微有比较强调说有跨部会的这个合作的事情哦情况出现，各位看一下。第四条条文，念一下来，第四条念一下。你那个复合型哈，我那个第三条的第最后一项，你现在把它拿来第四条嘛，哈，啊，文字有改很多吗？这样就很难对照哦，那个系统性就被你漏掉喽。除了复合以外，还有系统性的，譬如说像那个全国的烟楼，哦。或者是全国的炮台，或者是全国的灯塔，全国的水道，那个是属系统性，那个不是复合型。所以你现在把那个系统性丢掉了，在你的那个第四条的处理的时候，跟委员报告，那个系统性的中的概念是这样子，系统性的概念，第一个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它可以指定个别的，
那中央主管机关它就是要有全部的概念，这个就跟市里的概念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文化景观加一个中央层级的，所以系统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在文化景观加中央层级的部分就会包括这种全国性的概念，是这样子。那现在个别的部分系统性里面有，就刚所讲全国性的这个灯塔，每一个灯塔在每一个县市都有身份的，它有国定古迹的身份，有私家市镇的身份，这样。骗得啊！是啊，是啊，有的是有身份，有没有？所以我们才需要中央主管机关，它才能做系统性的指定、啊。是是是，啊、所以这复合、啊、复合型的是没有问题，复合型它是跨类别的，是没有问题。但是系统型是跨县市啊。好，跨行政区，所以你现在的文字把系统型的丢掉啦。你看你的那个第四条的第二项，你只有复合啊，没有在第五条。如果行政院把，不是我们中学生把第五条，只要跨县市的话，我们中央都会去协调的。在第五条，第五条只要跨县市的话，我们中央都会去协调的。那个不是第五条都有，那个不是指同一个，是是，那是走同一个。第五条讲的是指同一个，不是你那个系统性哈，它所指涉的是同一种文明啦，同一种类型啦，哈，同一种类型的文化资产，然后跨行政区的全面性的指定啦，嘿，那个东西为什么要把它丢掉？就是我原来的文字就是复合性跟系统性，你为什么把系统性丢掉了？我本来在第三条的最后一款的。不过这个是可以讨论了，比如说，管委员很关心的这个灯塔，我很关心的电厂，会有人关心的水利设施，炮台啊、有人关心的水道，是啊、各种都有。但如果他个别都指定了，它就是一个系统，但是它不见得需不需要再去强化它是，是一个用一个系统是把它再全部点出来，不然会点不完。你道路也可能是一种系统，都可能，房屋也可能是一种系统，眷村它也是一种系统。那需不需要再去强化这个？那个中央主管机关就是要用系统型的概念，你去调查以后要予以指定的时候，你去指示地方政府做他该做的工作。但是这个系统性的指定的一个统筹，还是要在中央主管机关赋予责任呐、啊。这个是我觉得在事务性上面要求他做，但不是在法律上去定他。不然说庙宇，它也是一种。那庙宇分说是关公的庙、妈祖的庙，它也是一种系统。那我们分不完。这一点是不是管委员在，你再去想想，然后我们下一次可以再讨论一下，是不是要强化系统？因为我们有太多系统了，道教也是一个系统啊，对，佛教也是一个系统。你如果在以复合型，你前面加个以系统性或复合型之形式指定，不是就 OK 了吗？我的意思说，复合型是有它的需要，因为它有跨不同的这个类别，但是系统性是你指定下去会有太多，比如连天主教堂它也有一个系统性。那我们变成这本来就是它一个事务性工作，但是不是需要在文字法里面把它变成它是一个，文化专有名词？一般性的东西我们比较不会，你不可能说全国的庙宇嘛，好、哦，不可能嘛。但是全国的庙宇里面如果有潘立水，哦，有潘立水的那个宗教艺术作品在里面的那几个寺庙，我就系统性的，好、哦，就是那个潘立水的那个宗教他不止哦，哦，他说这是属于他政务上面平常就该做的工作，他除了财会，而不是列在文字法里面，就创一个名字叫系统，我意思是这个了。可是你如果没有把它科予责任，中央主管机关不会努力去做哦，嘿。因为连桥梁都可以有系统性或复合型，不是连桥梁都会有系统性？没有没有，你分不完了，真的不会啦，不会啦，你那个都太。你那个都太极端的例子啦！我讲的是事实。我怎么可能全国的桥梁去把它指定成一个系统的文字？昭和年代的桥梁、啊，它就是一个系统啊。可是它没有意义啊！它如果没有意义，你不需要、啊。我一说，当你讲，可是如果像我刚刚讲的，你全国的寺庙不可能有意义，说我全部弄啊。但是假设在全国的寺庙当中，所有的有潘立水作品的寺庙，我整体把它指定成一个系统，那就有意义啦。
那刘铭传在台湾他留下来的东西总共有多少？我全部把它指定起来就有意义啦。因为他这里讲的是说，所以一定是具有特殊性啊。各类别文化资产得经审查或以系统性或复合型的形式指定，我觉得 OK 啊。他有这个的，我想应该是 OK。对呀、啊，这样是 OK 的、啊。他如果用这样，他有前言这部分的，我想是可以的。你没问题就好，因为这本来属于政务就该做的事情了。好啊，那就我们就以系统性或复合型的是形式这样这部分好了，好、啊。是你们是怕说到时候的权责在地方 的东西变成中央啦，因为有系统性了、啊、所以你后来看到前面有那个字，你就觉得 OK 了啦。权责要做，这没有。不过我可以接受啦，如果加前面那一段话，然后把系统性放进去，我可以接受啦。不，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做也是在做这种事情啦，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要申请世界遗产跟非物质遗产的话，要以全台湾为主体，不是以一个县市为主体。所以我们谈的是一个整个系统性的东西啦。你看我目前我们在做也都是这种东西。哦、你看我弄那个灯塔，为了要弄那个灯塔，还买了一个镜头，就150,000呢、欸。鱼眼镜头。啊不，起码全国所有灯塔召集人啊。冒着生命的危险，有一些还很难登陆，风雨之中要登陆还很难登陆，全部都跟你做完调查。好，如果文化部没意见，可是就到现在也是没进度啊。好，就加，好，没意见。好，这个再上第三条，第四条了，第四条，OK， 好，就是以系统性。以系统性还是系统型？怕死了！你看系统型就吓死了。局长，我们不需要在法律条文里面去定义吧？不需要吧？还是你照事情细则再定义？再定义好了，好不好？哦，好，那我就不好。对于第四条，我们后段依官员的建议，我们加前条锁定各类别文化资产得经审查后，以系统性或复合型之形式指定或登录，如涉及不同主管机关管辖者，其文化资产保存之策划及共同事项之处理，由文化部会同有关机关决定之。哦，那前面，主管机关应该在网上，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文化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跨湖市为县跨湖市政府。但自然地景之中央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括弧以下简称农委会。还是自然纪念物，好不好？这样加一下，但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是中央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括弧以下简称农委会。那如果原住民那一块如果有进来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再加进去，好不好？哦，他们没有来表达意见，就照大家的意见嘛，好不好？但是我们刚讲过，下一次审查如果原住民的条文有获得一个明确的共识，那这个主管机关里面，比如说属于原住民文化资产部分。那这个原民会 是就要科以责任了，好不好？哦，那我回来再加，好不好？好，那原则上，因为我们今天比较重要的条文，包括分类还有主管机关都，已经处理完毕哦。比较艰困在前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处理到第四条，然后我们下礼拜一三四啊，全力以赴，好不好？总算有进度。也很好的成就，谢谢啦，哈，很感谢。大概就是三大重点啦，哈。第一个就普遍而平等的公民参与，这个很重要嘛，谢谢。第二个就是文化资产的分类更完备啦，哈。第三个就是复合性系统性的指定，赋予中央机关权责啦。大概今天处理的四条，就有这三大重要的改革啦。有管委员的理念，我们都有放进来了。谢谢啦，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委员。没有，谢谢各位委员呐、啊。哎，那个文化部，文化部请注意，文化部，哎，文化部请注意，因为今天有一些定义上的，还有分类上的更改，那请文化部先回去，准备一下，把它调整一下，好不好？这样以利后面的审查。好，那我们今天就审查到这里，那就散会。好，谢谢大家，谢谢。